的功姑且比不会。你五郎五党代表提案没有做，可是没有成案啊，对，连提都没提啊，你就写一个黑白旗这样写哦。但是当时国民党在修掉这个排异条款的时候，联合晚报还写说。本来就三审无罪推论呐、啊，那下麦就是对，都写三审无罪推论。然后呢，现在呢，民进党排条也要写成三审无罪推论，而且还不是真的，你就一只是乌龟，一只是鳖，奇怪了。记得时阵的孤家币啊，记得时阵的三审无罪推论，遇到马英九什么都扭曲掉。跨报纸哈，今麦跨报纸哎，你看，如果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对于民进党的消息大做特做。他这个消息绝对不是正面的消息，绝对是要伤害民进党的消息、不是正面嘛，我讲，但是那是事实 ，OK。对，咱接受。问题就是讲，今天党代表到底他有这个意见跟看法，然而是不是成为提案？那他多乱共鬼，还不一定哦。这是对跨报纸真的是要颠倒看、看这些报纸再颠掉。立宏，那教新闻的标准，两个党代表提案有四百个党代表，两个党代表的提案哈，那是含新闻都。挤不上去呢，现在怎样呢？但是你要了解，为什么他是送到民进党的这么中常会公啊，成案了，被抽轮了。我应该说，联合报建立欣喜，为什么？因为补充一个东西，最高兴最高兴的人是谁？这个案子提出来最高兴其实是马英九跟国民党啊。一狂说哦，阿力赞，阿力至少民进党帮我解套嘛，我现在讲对不？他最希望是这样子。这个新闻是假新闻，是根本民进党根本没有全代会，连要开的日期都还没有定。全代会你给亚北盯，所以他没有几天前提案的问题，现在连要提案都不能提案，不一定能成案啊，根本没有提案的时间。啊，起码用不完啊，不可能提案啊，它是不可能提案的东西、啊。成案很可能极少数人提的案啊，成案的讨论也不会过。问题一新闻都已经开始讲，你也要删排黑条款了。伊的目的就是要拉高民进党的道德标准，跟国民党一样嘛。一样。伊的目的就是要宣传安尼尔尔嘛。啊，所以我唔得讲，谢中正这结论没有有错吗？我看你的照了叫人干咩了没斗呀嘛？但是你来看，金庸小说里底吼，有一个岳不群，伊叫伊的哇，伊的称号叫啥？叫君子剑呐、啊，满口仁义道德，但是他为了要学这个《葵花宝典》，你看自宫，然后把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庭归安呢毁弃，那你要循环买，表面一套，私底下一套。所以金庸是为什么在蒋介石时代是变成所谓的腹诽文人？也说一下，在台湾是禁书，是就是因为蒋介石因为蒋家门徒刚刚讲这是你影射关系的逃 K， 要不那来看。但是从那样的文化影射下来，你延续下来，你看看国民党的文化不正是也是如此的吗？每个人讲的都是冠冕堂皇啊，是、每个人讲都是长相啊，垮开的是道貌岸然呢、啊。然而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把一个善良的道德跟风俗，或者是那个真的符合全世界这关所谓的青年的标准，真正拿来对待自己吗？是没呢。我讲有诶代志，你写无要紧嘛，吼，迄是属性嘛，问题是无诶物件嘛。两个党代表，啊，都懵懂懵懂，啊，无提案嘛，啊，未提案咧，嘛无成案，吼，啊，中央嘛无必要过，结果安尼一版头条，啊，连续连两三天，迄啥新闻，新闻节目，广播，一直站落，啊，都无诶物件，你站啥？啊，今仔日咱嘛看清楚啊，对一边较清气，对一边较高尚。贾中廷讲。无看硬嘞吼，干啦没了没倒啊！我想请问，总统府啦无看硬嘞，跟我记得道歉。没有哦，时报周刊啊，无可能的。如果总统府卓荣泰那一天没有讲说限他24小时之内更正道歉，时报周刊不会借用中国时报的版面去做这样的更正跟道歉。是啊，那他的证据在哪里？国荣兄，我应该的道歉。啊，我来讲，迄间咱有讲过啊，讲这个新闻吼，伊个写法吼，人讲我对这個记者无积极的原因就是，你也是要旁敲侧击，讲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你不能用描述讲，你刚刚袂像你看到内底咧从什么话讲，啊，你都唔丢去啊，对，唔丢。为什么没有的东西他要写到有？我讲过啊，即卖现代政治新闻的作文比赛啊，你要捕风捉影，你上无嘛讲有风有影，你唔能去捕风捉影；无风无影，你要安怎去捕风捉影啊？所以即卖照政治新闻的记者确实不及格啦。不然我们不能讲。我觉得这里面要想一想，到底有没有阴谋的问题？这关不是不及格呢？对，没有这种文章错误，没有做好该有的这种查证跟平衡，还可以登得出来。这不是单一记者编辑来的，这是整个报社结构跟文化的问题。而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要做这样子一接二连三在做这种立体化的操作？其实跟丁盖他们在打击侯冠仁是一样的嘛。两个礼拜前他们也是用这种所谓的平面报纸发动，过来广播
电视，然后呢在报纸上连翻，后来没声音了、啊，哎呀，没声，突然戛然而止啊！嗯嗯，同样的状况啊，我相信讲咱当阿扁啊，已经讲啊，讲不可能的代志了，这个新闻也就成为假新闻。然而，他重点是要惨让那种观众搞不清楚，让乐天人搞不清楚，等于哎，侯官人好像也有问题哦。哦，好，这个印象到底有没有形成？嗯、有、哦。同样的，他现在也要让选民产生一种讲啊，民进党跟国民党赶快挪哦，他就是要形成这种印象。嗯、这种印象是叶家公这种操作是非常恶质、非常糟糕的。所以我一开始就讲，我说谢长廷的敌人不是只有国民党跟马英九、嗯，还有很多统派的媒体。而且为什么我发现最近的媒体操作好像是显然是有计划的在分工合作。嗯、不同属性的媒体写操作不一样的新闻。刚刚大家都讲过，从侯宽仁打击侯宽仁那个所谓的假笔录事件，到时报周刊这个新闻，到联合报的新闻，我甚至都怀疑说，是不是幕后有一个所谓的媒体中心，嗯，在那边操作，在那边分派任务，说你怀疑有中央厨房，对，哎、欸，你虎就下面啊，你虎就下面，你挡袭一下，嗯，而且这个新闻挑礼拜六出手其实是高招、欸，哎，因为六日大多数人是不上班的，对，你要反应是来不及的，哎、啊，他六日一个脸冷刚，其实他已经达到目的了，到今天礼拜一。大会新闻来讲，真侪观众没有听啊，原来那是假的。但是前两天，印象对那个已经形成一个继承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在搞乌贼战术是，嗯，你要从一群乌贼里面，如果这一群乌贼都在喷墨，你要游过去很难保持你身体是没有被沾到墨汁。他现在就是，反正我就是以量取胜嘛，嗯、一个假的怕你不死，我紧。我用十个、一百条、一千个安尼甲你拍，你总有一届，你有法 get 到嘛？他就慢慢的在加深你的印象。好，咱头先讲的是排黑条款，哦两边不同款哦，一边是不修排黑条款，一边是已经修啊哦，全部通过。好、哦，我要大家讲，什么人在维护台湾的核心价值？什么人做的代志，让台湾人较感动？咱这样你不要看，啊，无特别费。好、哦，马英九甲谢长廷两位有什么款的不同？我们再看到青莲，给他看马英九的姐姐，好、哦、去帮吴建宝站台。请问是对一边较清廉，对一边较有核心价值、较有理想？等一下我们去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